弥陀佛，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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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，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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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恭请和尚慈悲开示，大众自持顶礼和尚三拜。阿弥陀佛。大众拢请坐哈，大众爱乐入静。咱各位法师慈悲，咱在座各位莲友，咱各位护法居士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咱这次吼来一个贵宾啊，来甲咱介绍一下咱这个郑宝清吼，咱也是咱过去咱这个咱台湾这前辈啦，吼，现在是咱这个航空城啊，咱董事长啊，吼，我们待会来吼，再来郑总来邀请我们这个哈，我们这郑立伟嘛，来给我们这个勉励，就他代表的这个市长啊。来给我们这个为全市民啊来做祈福。那今天来这里发挥啊，太阳光非常的光亮，啊，非常舒心。啊，不然这样的几贵宾啊，跟咱的立地嘛哈，啊，拢也都到了哈。我相信呢，这是一个大团结，一个大融合。啊，要团结融合，就从我们的法会，从我们的联友，从我们的正信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污染文化会啊，在咱台湾的领袖会当中非常的盛行，也非常的注重。无论过去比较现在，咱拢抱着一点感恩的心。就过去呢，咱是大人，我们的长辈拢甲咱教育就讲爱低温报恩。那么低温报恩呢？除了在生的时候，咱来尽心尽力来去奉献报恩以外，咱也当来借着诸佛菩萨的力量，将这个上经或者咱拜忏、供养三宝等等的殊胜的这个法会啊，来啊回向给咱累世的力。咱佛来咧讲啊，咱有三世因果，所以咱一个为虔诚地主呢，是非常的注重因果。所以你注重一个，因此呢，咱做人做事，咱拢会徛在善良、善念来去做咱应该做的代志。这个善良，善良就是咱要甲一切众生啊来结合的。只要咱心中无嗔恨，咱心中是慈悲，咱就不得病。那么所以呢，咱嘛借着这种因缘啊，佛法的教育，所以咱要甲咱的累世还清债主啊。台湾式的，什么叫做台湾式的？台湾式的是咱卖盖德国，所以来讲，这个中原污染文化会啊，咱今年做联谊啊，都来参加来扶持对联，来借着这个殊胜的法会啊来报恩。所以呢，咱的台湾式的这个是咱的善良。那么什么叫做善良？善良呢？你看，咱来到赌场，咱有法度呢？这么多人共同跟咱做伙，伫只上经，伫咱只共同做伙来做义工，做伙来修行，这一点呢，缘分叫做善缘。这个善缘的力量呢，我们让它呢，永续的来去发展。这个善缘呢，就参像世尊讲的话，功德善缘啊，才要扎的善根啊。什么叫做善根？善根不是讲咱拥有着这样神通广大的这个能力本事。是安尼，成佛是要我们觉知，觉知呢，咱做每一件代志，
我们都深信因果，因为深信因果的佛弟子啊，也老老实实、踏踏实实来呢，观念这一切，这就是所谓的觉悟嘛。能够开悟，开悟那不是要参求？咱在看电视，哦，安尼会飞天会正地，哦，安尼有特异功能。我们学佛不是要学这个，我们的开悟是我们知道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，什么应该提起，什么应该放下。这就是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啊，佛陀啊，诸佛菩萨一再的教育我们的。那今天呢，咱们这边熟悉的这个中文的话呢，一家呢，是代表着我们韬佛教莲社啊，和全体法师、全体董监事啊，一家呢，邀你能够与我齐。我希望呢，在此呢，邀请我们各位啊，能够呢，继续的来护持。我们就在这里啊，来到这里。